先把线控器拿出来，然后配件倒出来，然后第一步先装这个盖子，把这个螺丝放在这里面，要竖着放进去，这个这样放，然后把这个螺丝钉放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是固定那个线的，先把它固定住，不要把螺丝，不用上紧，固定就好。然后这有一个弹簧放在这个位置，卡线的位置，这有一个这个槽子放在这里面，放好之后呢，这个线控器一定要这样放。这样保证它能回弹就行。好，装好之后就可以装前叉了。前叉盖子装好，把这个刚刚装好的直接放上去。这个如果是这样不回弹的话，就是没装好，你要把它掀开一点。掀开半边就可以了。盖子盖好之后是这个状态的，就是完成了。如果说不是这样状态不回弹的话，那就是里面的那个弹簧没有对好，你要重新对一下弹簧，这样就行了，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。就完成了。